李亚男生日，处女班裴庆生。今日是李亚男生日，大家祝佢生日快乐啦。咁你点同女友庆祝先？二人世界，算你啦。吓、啊，成班人嘅，有冇发觉呢张相有啲特别呢？加埋寿星女 ，TVB 四大处女都喺度啊！仲有被传整容嘅佢噃，过咗台庆，块面都变 V 晒啦噃。前日大家一齐帮亚男庆祝28岁生日，大家咁锡佢，难怪寿星女要喺微博晒命啦。